呀，我那拍也好啦，无你搁走夜边，我又搁无看到别人。大家如果你不注意，你小看我。我看手机的歌词啦。好啊，好啊，我无你看看来听啊。无等下，咱两个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你够意思哦。那么咱今晚呢，那个安排介绍啊，这个查某囡仔真正人生啊真水，啊真好唱歌。好，那么咱今仔一连着拢是安排咱查某囡仔拢唱歌拢非常非常的厉害。那么咱今晚特别安排给咱运动，咱今晚拢啊无听到迄条，咱今晚无真正流行轰动的台语歌。那么咱从头来听出特别安排介绍，那么咱之余来个内地的歌非常非常的好听，包括咱对咱路边一些关系赶快哦。来，那么咱今晚一晚再从头来个安排给咱介绍，好来邀请到咱的之余，收不咱的来就秀，那一晚是赶快咱目前咱的乔勇就秀非常好听，而且我也听人唱歌也不错听，我自己不去亲身去尝试过。你爱啊，你家有啊？对啊，我自己不去尝试。我没想说要去看这条的那个歌词看看，我没想到。你现在像我想说，我一定要看一下，我如果看一下，我就会跟你说，要是什么怎么唱。因为你的台语歌。对啊对啊，那个小辣椒，他唱那个《路人的一生》，是吗？他多一点啊。对，他是不变的唱。好想你你。梦中有佳期，哎，伊在讲两行泪。你是两抓吧？对呀、啊，我说不是这样子唱，我就要讲是两抓泪。
啊，对对对，哎，我两行，你讲就这样就错了哈。对啊。啊，两三个底下这条我都唔捌听，唔捌伫 KTV 点唱机听过。对啊。好嘞，那么咱今晚的夜晚过来个安排。你个小姑娘。好嘞，那么咱夜晚再度利用安排介绍来，这个面尾啊朋友，咱四处过来介绍下，用过来安排两地歌。那么下半段夜晚用来介绍，用这个来乌鸦服务团来，那么咱这边来个安排，练唱机唱的钢管秀，好嘞，感谢你，谢谢。哎，那么咱这边好，再度安排个介绍。Thank you.
的玩，速速。